想要变强，你要穿上别人的内衣，继承极限突骑系列血统，充满各种绅士要素的 RPG 极限突城装甲战机，在上周推出了全中文化版本，相信诸位绅士玩家都已经全裸待机，准备好要用男主角古坚的大炮对奇幻世界中的美少女们攻城略地了吧。在极限突城装甲战机的故事中，男主角亚雷克斯被卷入了一场政变之中，邂逅了受到追杀的公主，并意外获得了能够控制有着巨炮的城堡的神奇力量。玩家就要利用巨炮之力，协助公主和众多美少女们踏上复国的冒险旅程。不过要使用城堡的力量可没那么容易哦，竟然必须要透过收集美少女的内衣来累积能量。还不止如此，诸位女主角也必须透过别人穿过的内衣来获得战斗的力量。游戏中不同的内衣代表了不同的职业，对应战况更换职业还是小事，想办法让角色穿上喜好的内衣可是更加的重要哦。你以为这就够绅士了吗？游戏还有最特殊的浴浴系统，想让角色升级，就必须要对角色好好揉揉捏捏一番。在搓揉的过程中，女角们的身材还会产生变化呢。2017年绅士的最后一集，玩家们快点脱下世俗的束缚，诚实的面对自己吧。